欢迎收看《运动很有事》，我是托儿一。接下来的系列就会教各位如何增强你的跑步肌力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核心训练，找一张瑜伽垫，趴着做出一个放式。那我们要注意，手掌会在肩膀的正下方，啊，不要太后面，也不要太前面。但是棒式这个动作太容易了，所以我们会加一些稳定性的动作，比如说双脚张开来一点，用手去触摸一边的胸，然后去稳定我们的身体。然后我们记得在触摸胸的时候，不要让你的屁股转动，哦，这是错的，一定要稳定你的屁股。好，我们一边触摸十下，总共20下，然后做一个休息。休息的时候也是棒式。好，我们做3到5组即可以完成我们核心训练的动作。运动很有事，我们下次见。